要预防麻疹，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疫苗，同时也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，勤洗手，打喷嚏或咳嗽时要掩住口鼻，感到不舒服就要佩戴口罩，告诉医生外游记录。假如计划到访麻疹多发的地区，应在出发前两周咨询医生意见，上 chp.gov.hk 了解更多吧。